觉这一关很想赶快草草结束哦。也没有啦。那有这样吗？你来我会多开心，对不对？来快。就说这里吧。哎，刚我们过那个斑马线这一条哦，对，搞不好就像 Beatles 那个被拍下来哦，照片，然后留了过马路。对对对 ，LOV。哎，你怎么有来过这里啊？我好像也有锁过一个锁在上面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哎，我喉咙痒痒的，我先跟朋友传，我被你传染了。真的、哦？应该后面有人。好，这看起来是年轻的梅啊。梅啊。年轻的梅啊，我从这个洞里看他。有几个人？哎。欸、看不到哎、欸，你还闷着脸要干嘛？哎，孙瑞跟陈奕晨，那个陈宇，哎、欸，这边一个陈宇欣啦，陈宇欣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，在躲什么躲啊？都已经讲成这样，来，躲陈宇欣。气质女星、哎，你说陈宇欣是女星 ？OK 啦，那对对啊，气质女星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这个单曲不是很早就发了吗？现在对，又要发一次，又要发一次，10月20号。对对对，叫 Me and Myself。承认吗？你爱着他。气质哎，气质。有一天我还能遇见你，心里想。就这样吧，最美的记忆让它留在当下。宣哥最喜欢这种 ，OK， 宣传大方，唱歌直接唱，大大方方的，对啊，很棒。对啊，不过你不要看雨欣哦，他出道十几年了。哈，对啊，老艺人，没有老艺人啦，年轻。对啊，他大概20来岁就发唱片，十几岁。哎，可是雨欣来我们节目没有气质啊。啊、我记得他也是蛮疯狂的，没有我不讲话的时候很有气质。啊，另外两位是奕晨呐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奕晨，晨晨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，生的对，我们两个一起发了一张单曲，叫做《天生感应》。是啊，刚刚雨欣都那么大方唱，我们也可以。我跟你说，奕晨来自澎湖，他一定唱歌很好听。我今天更好听，应该知道。直接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咯。Can I be your baby？ 一起漫步夕阳的美景，浅尝微甜的香槟，幸运的无法言语。哎，你这个人很哎老艺人把新人卡卡了。OK 没有，他是。因为他怕他们尴尬，加油加油！谢谢宪哥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希望他们这个成绩都不错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在这边恭喜获得8000元奖金，累积了，累积8000了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哎呦，感觉这关很想赶快草草结束哦。也没有啦，那有这样吗？你来我会多开心，对不对？来快！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依序会抽一张歌手的名字，其他五位要写一下这个歌手的歌，大家要通通不一样。天哪，好 ，OK。所以又放要轮。哇，好。然后又太难了吧？预测时间，有点难。最难的是预测时间，好吗？还 OK。我们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预测。对，而且这首五个歌，我觉得就写开心的啦。八四八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分配一下，就是我跟宪哥一定会写最受欢迎的那点，你们就尽量写冷门的，往冷门的写，最受欢迎的。你不是你不行啊，你吹你很厉害好不好？尽量，对，尽量啦，不会撞的。对的啦，因为我们都只会就是最熟最红的一两首那种。
这个我看到这些歌，我真的觉得八一八不够，真的够，真的够，不要小看自己啦。我预备，丢出来，丢出来，我想来了，丢出来，开始。林俊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林俊杰，快点，写，齐浩就赶快看我们，就这样子哦、喔，快点，时间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再转。转，江南。风高月里吹，过了吧？江南。风高月里吹，过了吧？没有不用花钱。什么不用花钱？修炼爱情呐、啊！好，快点下一个。不用花钱。哇！来，很简单，叫张震岳。选男的哦，选男的哦，现在选简单的哦。来、啊，张震岳很多歌，张震岳很多歌哦。那我怎么会空白了？好，想到了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转，自由，全部要选自由，来，什么一堆啊？